小品，你表哥家在东北，你这次去找他玩得多穿点衣服。妹妹去呗。怎么不至于，北方都零下20度了，必须穿3件毛衣保暖。你表哥说那边正在下雪，你再穿2套羽绒服防风，还有围巾、手套、帽子、眼镜、口罩。好了，这下就不用怕冷了，你快出发吧。哎妈，小品，你咋穿这两身呢？小品，来呀，咱们玩打雪仗呢。你看，我们一人一次，然后谁认得准谁就赢。我先来，嘿嘿嘿。哎，这都能躲过，那你来白干。你说好，不能在这懒得打呀。小品，咱们这头打雪仗不是这么整的，你这么打容易把人打成雪人啊。小品，我刚刚测试了最适合你的刺激套装，今年换上这身套装，每一句都有空头砸脸、天命刷圈，今天打雪仗一定可以刺激。哥们儿，来打雪仗嘞！那就回去帮我把医保卡拿下来。大哥，拿我一本。小品，玩的咋样 ？Happy 不？开心开心。这个大哥，我给你带了礼物。哎呀，小品，你来就来呗，还带啥礼物啊？整天怪不好意思的。这是什么云贵甲虫啊？这么大只，我找个笼子养起来当宠物吧。甲虫？什么甲虫？哎，大哥，那不是甲虫呀，那是跑进我行李箱的甲虫。